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活力加油站，我是丽婷。那首先呢，活力加油站要跟大家分享啊，常见的俗语有哪一个呢？就是大跌眼镜啊，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字哈。这个俗语的意思呢，就是当你的这个发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或者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哦，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我们将它形容为大跌眼镜。那例句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话让人大跌眼镜，让警方大跌眼镜的是14岁男孩竟然是贩毒头目。那可是为什么眼镜不是架在我们的耳朵上好好的吗？为什么它会掉下来呢？为什么会用大跌眼镜来形容非常的惊讶呢？其实啊，据说是有这么一个故事的哈。以前人的眼镜呢，就不是挂在耳朵上的，它是一个凹凸镜啊，就小小的一个。我们看电视剧啊，看比较旧的片子，我们会发现呢，尤其是科学家，他拿那个眼镜是一个凹凸镜，就这个了啊，把它很靠近凑近他的眼前去看东西的时候那个模样。那因为这个凹凸镜哈，虽然我没有用过了哈，但我想象啊，老外那个眼睛是比较凹进去的嘛哈，他那个轮廓跟我们不一样，比较深，所以他有时候他要腾出手来做事情嘛，他就把它塞在眼睛这边，然后呢，他就可以腾出手来翻书啊，或者他用皱眉头的方式把它夹着啊夹一边，那他就可以继续做其他的事情了哈。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突然有人敲门进来，告诉他，哎，你中了奖金100万啊，真的吗？啊，那可能它就会掉下来。当然，这个大跌眼镜它指的啊，不是中奖这么好看的事情了，而是可能是比如说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所以它眼睛一瞪大，那个凹凸镜就会掉了下来。所以呢，后人就用这个大跌眼镜来形容你听到了一件非常让你觉得惊讶的事情了。好，今天的俗语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现在赶快把时间交给这个新闻热点。是的，我们这个新闻热点，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根据这个报道，我们我国昨天因为有一位小男童呢，在下午的10分，大概是5:20左右，就消拯队接获一通电话，说一名男童掉入了一个废矿湖。那有这个消拯队就派出了总共八名的这个消拯员的队伍去援救的哦。那到了现场呢，不单指这小童没有寻获，这8个人当中有6位的团队队员呢是掉进这个废矿湖。那据说这个废矿湖里面是有漩涡的。之后陆陆续续这6名的消拯员呢很不幸的都罹难啊溺毙了，据说是消拯队最黑暗的一天啊。对，因为那个画面刚看到那个湖啊，虽然是废矿湖，但是因为可能下雨下很大，对，非常的急，水流很急。那据说当时这些消防潜水队员呢，他们其实绑在一起的，6个人呢，对，那然后因为水很急，水力太急又有漩涡，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就6个人一起啊都被就是拉下去了，结果救人不成，就是自己的殉职。那个视频就是他们在罹难前一刻啊，这个队员们拍下来，就是试图在就是要把他们抢救上岸的，可是都没有成功。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小童失踪的小童，其实他们总共有3个小童，对，有一个是掉进去，那另外2个呢就去打电话求救。对，那到现在目前为止，那位掉进废矿湖的小童还没有寻获的，是十分的痛心啊。这则新闻让人看了，因为这6名消防人员呢，其实最年轻的只有24岁，对，最年长的只有34岁哈，他们就是都在同一天共赴黄泉了。是，然后今天早上当这个拯救人员回到现场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办法找到失踪的那个青年。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这个电视上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很深，所以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如果是家里有小孩的话，就千万要叮咛他们不要到这些地方去玩耍或者是钓鱼的。对，当然还有几个地点可能要注意的哈，比如说我们建议下大雨天的时候避免钓鱼的地点，包括人烟很少的地方啊，很多数的岸边因为就是那个雷雨啊，就雷劈下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危险哈，还有湿滑的泥泞处，靠近电线的地方，电线这个不在话下，对，好容易触电。还有就是禁止钓鱼的水域，这个不更加不用讲了哈。其实这些地方一看就知道说是不适合去玩耍或者是去钓鱼的。对，那我们也希望父母多多留意自己家中的小孩了，尤其现在我们是这个天气变化，对，我们看一下，我们其实现在在西马半岛，我们现在的雨季是11月到这个次年这个是东马，东海岸11月到次年的3月，那西马半岛是8月至12月。
当然，我们现在全球的气候也已经极端的变化。对对对，极端变化，所以我们这个雨季有点难测。是，最近都一直在下雨。是，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平时也看天气的脸色形势了哈。就在做决定，就是好雨的时候，当然也避免爬山等等问题了。是啊，自身的安全最重要啦。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谈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哈。有时候我们看到伴侣或者身边的家长，他们睡觉的时候打呼声特别的大声，而且打呼到一半的时候好像还会停止呼吸啊，你吗？是，我就是这样子。哦，对，今天的这个课题我非常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症状可能会是一个隐形杀手。我们来看一下今日主题。你是否有遇过枕边人鼻鼾声突然停止，一晚上有数十次的不规律呼吸暂停模式？要是有这个问题的话，请立刻带他到医院就诊，因为这可能是患上了睡眠呼吸中止症。许多人经常将打鼾和疲惫以及呼吸系统敏感画上了等号。打鼾不仅干扰睡眠，也可以是某些严重健康问题。如果长期轻视这个问题，分分钟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长期的睡眠呼吸中止，除了睡眠品质不佳之外，可能还会造成血液中的粘稠度上升，并造成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难道会打鼾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想了解睡眠呼吸中止症究竟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今天就留守活力加油站，有专业医生为大家解开疑惑。啊，那你是不是像我这样子呢？隔天睡醒的时候，明明是睡了很多个钟头，睡得很足，可是隔天就是精神不振，然后就容易发脾气。哎，没有，老天不容发脾气，他本来就臭脾气。然后可能就是说，哎，这个难以集中精神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可能你也有患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是，那对于这个课题呢，我们要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耳鼻喉专科医生王俊强医生。您好，王医生你好。是，我们说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哈，应该要先好好来了解一下它的定义，那个中止呼吸的那个程度啊，是要到多久才算是患上了这个疾病？第一，我是要讲，我从小到大都是读音效的，可是我讲的话没有讲厉害。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英文名叫做 sleep。Apnea， 对对，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英文名称会觉得比较熟悉一点哦。这是一种病，晚上睡眠的时候会暂停呼吸，最少有十秒。OK， 可是不是一次两次罢了，可是很多次。可以去到多少次？可以到一整夜，50-60次，一个小时，每个小时里面你会暂停5-6次，50-60次，50-60次，哇哦，这样一个晚上会几百次。难怪他累了，隔天很累。对，所以我晚上睡觉是很省这个氧气的，因为一直在停止呼吸。但是很危险，你知道吗？有2%-4%的大码人是患有这个病的，而且男生是比女生多的。为什么呢？小朋友多有2-8次，可是美国越多人有。46%的美国人有这种病。哇，好高哦。可是在马来西亚呢，我们这个跟马大的研究报告，2007年的时候，他们看到9%的中年男人和4%的中年女人有这种病。OK， 你还没到了，我到了。对，是。可是医生，为什么男生的几率会比女生多2-8倍呢？男人越胖了，男人越多病。男人的颈项也是越厚，因为这边的生理结构，生理结构了，对 ，OK。而且男生鼻子跟喉咙的结构不正常的问题，可能在基因上也是比女性。男生一般是比较多这种问题的，比女生。男人的鼻孔跟喉咙也是很多种病。是，你看我的鼻孔就知道了，我的鼻子啊，放心，这有医生在。对对，那其实在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里头呢，它还可以细分为3个大类。对啊，请医生跟我们讲一下哪3类呢？他们是睡眠的时候睡7-8个小时，也是早上醒来了觉得睡不着，觉得好像很累。有的人睡到10个小时也是很累，那是因为他们晚上睡的时候呼吸暂停很多次，到不够空气，不够氧气，然后早上醒来觉得很累。OK， 那总共有3个不同的这个 sleep apnea， 对，所以那3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叫中枢性，中枢性是
脑因为脑部有问题。Okay. 那个是什么 ？Nervous system 是吗 ？Nervous、okay. 是 central 脑神经，脑神经。Okay. 那个是应该是人家有小中风，还是脑部有肾瘤、嗯，它会影响，会伤到那个他们的脑的根，这样晚上睡眠的时候会困难呼吸。Okay. 那种病人应该看脑科专科医生。所以其实从睡眠呼吸中止症哈，可能我们还要联想到他有其他的脑部的病变的问题。对，他不只是呼吸道的问题。是那个没有这样多人有，因为多人有就是第二种就是阻塞性，阻塞性是因为晚上睡眠的时候，呼吸空气的进不去，流动会阻塞。鼻孔有问题还是喉咙有问题，它会阻塞那个哦，像我们这种 sinus 问题的人，对不对？有鼻窦炎问题的人，可能就会有这个症状。对，可是你看，那我们呼吸的时候，它将鼻孔蓝色是空气，应该是有鼻孔有歪的软骨，还是有鼻息肉，也是会阻塞。跟我有，对，我什么都有，对，只是钱没有。好，还有这嘴巴那边口腔也会有这个问题。口腔里面，我们有的人的扁桃体太大了，吞噬，吞噬啊，这个我也有，对，扁桃腺，你都中奖。有的人呢，这边中间我们英文讲无 uvula， 对 uvula， 有时候他们晚上打汗有太长，是太多了。打汗我也有，对，他越来越压到，他会对，就是会堵塞你的这个气道。是因为他往下倒，尤其是他躺着仰睡的时候，对，所以要侧睡，我就要侧睡。对，还有就是这个第三种就是这个混合性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会更严重吗，医生？混合性是两个一起有，这样掺的中枢性跟阻塞性，可是没有这样多人有，很多都是阻塞性。哎，刚才其实有跳到我脑海中一个疑问，就是医生，如果我的呼吸有暂停，但是可能就是三秒到五秒，那个算正常？那不是算，那是正常的。超过十秒，我们太累也是会，晚上睡觉时会暂停。你那个叫做跳黑姆神啊？对，跟老公吵架没有关系。好，中枢性睡眠呼吸中止症不，这个刚才医生有说它其实不常见。可是其实你要说它不常见，它也好像说身边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刚才医生说它这个是大脑疾病引起，刺激呼吸的大脑神经无法在睡觉的时候正常的运作，是这样子。这个我稍后才会讲这个治疗的方式了哈。那还有就是刚才医生说这个阻塞性的，就是我这种过胖的人为什么会比较高几率会有阻塞性？他们太胖了，很多肥肉就是在喉咙里面的，舌头后面也是很多肥肉的。这样太胖的时候，它会往下压，里面很肿，肿了就阻塞他们的。所以这可能也要综合减肥啊，减肥这个手段来对症下药哈。减肥会帮很多。是最少见的，就是医生刚才讲的那个混合型的啦。但是如果这混合型的话，它就是两个它都要双管齐下，它也要找脑科。对。然后它同时要看耳鼻喉科。对。OK。可是这种呢，我们很少见，介绍动手术。是。因为危险性太大。不建议动手术。不建议动手术。哦 ，OK。那不建议动手术，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治疗的选项呢？稍后再请教我们的医生。对，那现在马上先来看一看哈，关于这睡觉这件事，在动物界哪一种动物是睡神？一起来看看。动物界的睡神，一考拉。考拉又被称为树熊，是动物界睡眠时间最长的冠军。考拉只生活在澳大利亚，主要栖息在桉树上，每天的睡眠时间可以达到22小时之多。即使是清醒的时候，它们也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吃东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以及睡神。二，棕狐。棕狐继考拉之后，隐隐占据了第二名睡神的宝座。它们每天的睡眠时间长达20小时，清醒时间只有4小时，所以它们在一生中有83%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棕狐睡觉时呈大头朝下的姿势，只在夜间活动和觅食。在缺少食物的冬季，它们甚至还会冬眠半年的时间，更拉长了其一生的睡眠时间。三，巨型球鱼。巨型球鱼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8至19小时左右，所以它一天的时间几乎都沉浸在梦乡中。目前科学家还找不出导致球鱼如此嗜睡的原因，但是很可能是因为球鱼是一种独居动物，所以它唯一想做的就是躲在洞里呼呼大睡。四，枭猴。
枭猴也被称为夜猴，是名副其实的夜行者。枭猴有一双大大的褐色眼睛，帮助它在夜间清晰地看到眼前的一切，所以它们在夜间最为活跃。枭猴平均每天需要睡17个小时左右，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的森林地区。它喜欢睡在稠密的叶子或者是葡萄藤中，方便它们轻松找到花蜜以及昆虫来填饱肚子。五、松鼠。松鼠主要以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为主，而这可能也是它们睡眠时间长达14小时的重要因素。松鼠在白天寻找食物，夜间睡觉，有时也会冬眠。为了冬眠做准备，清醒时拼命地找食物填饱肚子，趁机修补巢穴。那么今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睡眠中止呼吸什么睡眠呼吸中止症，你看就是会这样子咯，语无伦次啊，都先调转一下。太累了。那是我们刚才问医生说，要是每一次停止的这个秒数要超过10秒才算。那最严重的可以每一次停到多久？30秒。30秒，对，那是算很严重的。很严重，而且刚才再一次就重复强调一下，医生刚才说，睡眠一个小时内可能发生50次。对，所以每一次是20-30秒的话，你几乎整个小时都没呼吸。所以你想看那大脑缺氧的程度，很省氧气，那是很严重的。是，那轻微的状况可能是会多少次呢？你看，好像我们睡眠的时候，每一个小时，我们普通人也是会有暂停1-2次的，每个小时。可是超过5次到15次呢，就算轻微的病。OK， 轻微的病。可是15次到30次呢，是重度的病。OK， 超过30次每个小时，就算严重的病了。严重的病那个。危险性也大，因为可以致命哈。对。可是医生，我很好奇的是，因为很多疾病，比如说我胃痛，我自己本身我会感觉到痛，我会去求医。可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你自己不会懂，除非有伴侣告诉你。对。那伴侣应该要怎么去检查他的症状？怎么知道说他的枕边人他们看到病人睡眠的时候会困，会打鼾，打鼾有时候很难呼吸。好像，这样好像呛到这样的感觉，那是一种症状。可是很多就是病人知道，他们醒来的时候很累，觉得睡不着，那是有很多有是很多问题。那这样子也会影响他第二天的情绪哈。对，像维斌就常常对，就那个还有看到这个容易上火啊，就是看这个屏幕，不要看我啊。记忆力差，对，可能会影响性功能，而且容易生气，这个是种种的这个症状之一啦，不止局限在这边，现在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症状。有这样就要看医生。是，可是医生为什么记忆力也会变差呢？是因为脑缺氧啊？不是，它是因为我们晚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氧气的嘛。这样不够氧气的时候，有阻塞还是我们呼吸暂停呢？我们的心脏跳越快越大力，跟不够氧气跑到我们的脑部。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记忆力很差了，可是那是慢慢的，不是一下子。对，就是可能长年累月，可能10年的时间。对，可是1-2年就可以这样子。1-2年就可能你要看是严重的病有多严重。OK。对。OK， 那医生一般的打鼾不会这样吗？一般打鼾不会让人很累吗？一般打鼾是没问题的，好像我们普通人喝太多酒，还是做工很累，还是运动过量，运动太大力也是会打鼾的。可是打鼾不会影响到这种病，这种病是人家他们每一个晚上睡觉。呼吸会暂停很多次，所以即使他睡10个小时，那第二天他还是 complain， 哎，我好像睡不够那样。睡不够，对。所以其实它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事项，比如说工作的表现啊。对，就是刚才说，像他其实明明是睡了7-8个小时，可是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累。对，然后白天开车的时候就很危险了，这样子，因为你白天开车的时候你没办法集中精神。严重的话是会的。对，他们会很容易入睡，他们驾车还是做工会入睡的，很危险。会危害到他们自己的病跟
别人的病，对，而且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当然影响你整边人，或者是其他家人，或者是你的那个室友，都会被你影响到。是那个睡眠品质哈，你睡着了，你在打鼾，虽然你有呼吸中止症，但是可能生病的是你室友，因为他被你吵了一整夜都睡不好这样子。对，记忆力虽然是有好处啦，就是不会记仇，因为一直不记得了。好，OK， 但是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健康啦。对，因为他还会连带的其他疾病，比如说中风。严重性的这个睡眠中止哦，呼吸中止症会有中风的可能性。中风的可能性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中风是因为血压的问题嘛。他这种病人呢，慢慢来的时候，他们的肺都不够氧气的时候，他们的心脏又越大力，更用力，跟越快越大力，这样慢慢来，我们的血压越来越高。因为心脏泵的太高，太高的时候，血压太高的时候会影响到中风。OK， 可能会爆血管。对，跟心脏也是会有心脏病。慢慢来，他心脏越来越弱。那到底能不能反过来这样想哈？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他可能血压平时已经控制得很好的，突然间有一天他有中风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怀疑他睡觉呼吸中止症的问题出现？我们没有检查过，我们都不知道。有的人有这种病多了很多年，他们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对不对？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下子会。有中风还是心脏病，可是要去检查才知道。哦 ，OK， 好，理解。当然还有这个严重性的话，还会猝死，因为血压过高，像我说可能会爆血管，是，对之类的。有时候他们呼吸困难，你讲暂停到30秒还是很长的时间，也是会一下子死掉，当然我去吧。那 Doctor， 像我们因为我跟维斌都会有 sinus 的问题嘛，我们都会因为 sinus 它有时候就是有堵塞的状况，那个氧气也是。进不去，那这样子会影响，好像比如说我会不会有更高的几率患上睡眠呼吸中止症？鼻子的问题会影响到这样严重，因为我们的鼻子塞，就有我们有伤风感冒，晚上也是可以睡，因为可以用喉咙嘴巴呼吸，呼吸了够空气就没有问题。对啊，所以丽婷的意思就是说，有 sinus 的人是不是比较高可能性会有这个？睡眠呼吸中的症，不是每一个sinus，但是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会提高那个可能性了，没有这样，不一定。但 Doctor 讲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如果有 sinus 朋友而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朋友，他会自己开嘴巴嘛？对，确实我也发现，就是如果我当晚我 sinus 发作，我会自己张开嘴巴呼吸。但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朋友，他们假设因为维斌之前谈到一个个案了，就是如果掐住鼻子，打鼾的人，有打鼾的朋友，那种人是因为他们的喉咙有问题，扁桃体太大力，还是那个幽浴了太大力的肿瘤，他就阻塞他们的呼吸的空气，所以即使他张嘴都不能，你按他的鼻子就很难呼吸，那就会窒息。那医生问一下，如果因为刚才丽婷的这个问题是说，如果是有鼻窦炎有 sinus 的朋友，就未必会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但如果是会打鼾的朋友，就可能他会有连带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对，所以凡是有打鼾的，就是身边有朋友打鼾的，我们都要帮忙他留意。可是有的人打鼾，可是没有这种病，对，因为他们是大声为了，对，可是还是够空气。他们晚上呼吸不没有暂停，那个也是有。所以那我们要辨别那打鼾的声音，就是打鼾的时候，医生说他会好像会卡住，对，卡住这样子。对，他们打鼾了会停，这样才是算。Okay， 我真的是有的，因为曾经给自己吓死。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哈，尤其是在观看节目的朋友哈，也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身边的伴侣是，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是睡眠有打鼾的，那至于说有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死刑了哈，是有办法治疗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日前，位于博威廉广场的 Royal Sporting House 已重新开张营业。与其他分行一样， Royal Sporting House 集合了大部分的运动品牌，让你可以一站式的网罗所有的运动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间分行店内的装潢设计更为时尚以及宽敞，并设有舞台，方便日后举办一些节目或表演。除此之外，为了配合 Hari Suganagara 的到来，活动当天众多艺人以及网络红人也被邀请一同参与该店所举办的迷你运动会。来宾们在店内的各个角落完成一些趣味的运动项目，享受运动带给他们的欢乐。
日前，国际知名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推出了全新系列 Forge 96休闲鞋款。这系列的鞋子是以该品牌诞生的年份1996年为主轴而命名的。鞋子取90年代设计剪裁，加上反光、柔软的皮革、网布，赋予现代思维，用现今的观点进入过往的起点。如今各位鞋控有福了，该品牌将在活动期间送出这系列的鞋子，赶快到 Pavilion 的 JD Sports 了解更多详情吧。日前 ，Baby Shop 在大马区第五间分行已在的 Curve 正式开张营业。Baby Shop 可说是一站式孩童用品专卖店，主要销售一些新生儿用品、婴儿床、婴儿推车、儿童服装和饰品以及玩具等等。开幕当天，该店还邀请了一些以升格为妈妈的艺人们带着孩子一同参与，为现场的气氛增添欢乐。许多前来参观的妈妈们也借此机会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衣物以及用品。那刚刚广告之前呢，其实医生就有示范说打呼的那个特定的形式，打到一半会好像卡住呼吸不了的那种样子呢，就可能是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了。那最重要的是呢，你要去医院去检查什么呢？检查你的睡眠，是就确定一下到底你是不是患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对，那医生其实那个睡眠的质量是要怎么检查呢？它有一种我们叫 sleep study， 是睡眠分析。分析是一种记忆性，里面有电脑的，让病人可以拿回去，在家里里面晚上睡眠的时候，他们自己放那个夹在手指跟身体，他是这样，他们自己睡在他们自己的家，像早上醒来的时候，那个电脑会出一个报告。包括跟我们讲他们的呼吸，他们的血的氧气有多少%，有低多次，跟暂停呼吸有几次，像我们看了我们知道那个报告跟我们讲他们有没有中枢性还是阻塞性还是分配性，跟暂停了几次。Okay， 有多久？读多久？跟几次？每个小时5次到15次就是轻微的。OK， 15次到30次是重度的。就是你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到底是有没有？是超过30次就算严重的。连那个血里面的氧气浓度也可以测得到。可以验到，因为血我们的手里面验得到的。所以浓度够高的话就是正常，浓度很低的话就是。普通的是就97%、98%。OK， 他们会提到80%。这个仪器是你们是给病人带回家。是因为，所以他在家里可以，就他一般的这种睡眠习惯，你可以在医院做，可是医院很多病人讲很难睡不着，因为不一样的地方，对那个环境啊，所以那个结果可能会不准，对不准。好，那做了这个检测过后，这个仪器 OK， 比如说我现在带回去，我做了，然后仪器说是你有的哦，就是可能轻微性的，那我接下去我应该做什么？他们来找我们，我们是用这种窥镜，窥镜检查他们，我这个是放在鼻子里面，放进去，伸进去，这条东西，这我很熟悉，挺常用的。因为这个窥镜，这都特是前面是拍照的嘛，对不对？对，里面镜头在前面，这个 micro camera 可以看到，病人也是可以看到，电视机可以看到，是，然后就伸进去，伸到最靠近喉咙的部分，到声带里面，到声带，这样鼻子有歪的软骨，还是有鼻息肉，我们看到就看。是，喉咙扁桃体太大力，跟那个 UV 的太肿也是会看到。OK， 跟声带跟舌头的后面太肿还是什么也是可以看到。OK， 看到了，我们每个病人不一样的。OK， 就是要每个人病人要看他们的情况是怎样。是假设就有时候鼻水比较多，脓比较多，累积在里面，它都能照得一清二楚。可以照到的，就这个也是可以照。那如果是确定了之后，已经照了之后。就是说，接下来就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治疗？你看病人的健康状况是怎样，好不好？有小孩子扁桃体太大了，我们可以割他，就会帮。可是老人有很多病呢，好像他们有心脏病过，还是有糖尿病，血压高太高呢，我们就介绍用这个是叫 CPAP machine， 它是一个机器 CPAP，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像每个晚上他们要戴这个口罩了，他就泵空气进他们的肺里面，这样够氧气。
让长期要用的。长期要用，对，所以它就叫做中文翻译成持续性气道正压呼吸器，它给它一定的 pressure， 就是那个气压，把氧气送到你的身体，那大脑也不会缺氧，就不会疲累。第二天，强逼你呼吸啦，基本上是对吧？这个氧气，但是因为它是整个好像面罩是这样戴在你的那个头部啊，那躺着，所以其实那个也不是很舒服的。对，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用这种东西，跟也是很麻烦，好像你他们出国旅行。行还是出外面要带这个，你说上飞机要申请吗？要申请，因为它是一个麻烦哦。是，所以有些人就选择动手术。用的习惯，你依赖了，你不带也不行，就你不带，你不用一晚两晚就很累了，就很入睡，因为你的身体习惯了，每个晚上就是有空气进。有后遗症的吗？没有后遗症，这个没有后遗症。有一天我忘记带的时候，我和身体说好了，完全不能呼吸，不要了，别担心，你的身体还很聪明。是。那还有一种是，这是做手术，手术对，手术是看哪一边阻塞，阻塞性很多可以动手术。年轻人没有病，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介绍手术。鼻子的软骨可以割，矫正跟那个我也有，我做过，跟那个鼻息肉也是可以割的。鼻息肉切除，切除也是一种。因为这个骨以前有一个软骨，这个骨鼻梁那边软骨堵塞了另一边哦。直接切除这个手术，把所有会塞住你空气进入的那个管道的东西拿出来。格杀勿论。可是到这问题来了，它会复发吗？比如说息肉还会回来吗？会，好像喉咙的那个扁桃体，我们割了跟那个 UV 了割好，8%成功是很高的。可是问题是很多病人动了手术，他没有去保护他们身体，过了5-6年，他们又胖了，又回来又复发。讲到胖，就是这个重点了啊，肥胖的人。就容易一点啦，减肥就可以了哈。但是减肥讲容易啦，要做很难。那有一个东西叫做口腔牙套矫正器，这个是什么？那个像绑牙，他们放在牙牙科就介绍那种。对，牙套是吗？牙套的那个牙套是什么作用？它是一个 plastic 来，它是帮你的牙出来。口嘴开了，晚上呼吸比较痛，就是逼你嘴巴开着。对，可是很嘴巴很干吧？很干，对，很多病人不喜欢，因为很辛苦，晚上很难睡。对，是，可是有的人，你试想，你现在睡觉都这样。那伴侣转过身的话，可能也会吓到了，被你惊吓。对，所以就这些哈，都可能会有效。就这个是吗？这个就是这个矫正器是吗？很像牙套哎，牙套。哦，它是一个牙套了，对。对。就强迫性。但这可能是那么多手段当中比较便宜的一种。这个最便宜的。是。错，最便宜是减肥。减肥，可是最少人可以做到的哈，可能因为那个要有意志力哈。好。可是我们如果是动手术的话，第一刚我们讲。就怕复发嘛，对，虽然成功率是很高的，对，可以这样讲。我们没有动手术，要跟病人讲，动了手术，你也是要减肥，也是要多运动，对，也是要保护你的身体健康。你一定是没有做，你不保护呢，过了几年它又生回来。是生回来了就不可以动过手术。你看我这副德性，你觉得呢？有啦，其实是有运动，是有运动，但是反而是有点运动过量也是不好的。你像刚才医生说，像我就有这个问题，我会。比如说，因为我有鼻窦炎，从小到大都有鼻窦炎跟鼻敏感，所以就会很强调说要做运动，做运动。但有时候一工作太忙，又在强调说一定要做运动，反而是过累了。过累，太过快，太过累了。所以晚上也还是会打鼾。晚上的时候打鼾，跟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个状况就更加的严重。所以什么都是要适量。那doctor饮食上我们可以有些帮忙吗？帮就是要保护你身体健康了。吃的清淡一点，多运动。老坏剧。运动。对，吃少煎炸油的东西。哦，这个主要是为了避免肥胖。对，肥胖了对我们身体不好。那问一下医生，为什么很常会说这个烟跟酒？尤其是喝酒，对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喝酒是有帮助睡眠的，其实喝酒反而会令你更容易打鼾，对不对？对，为什么？喝一点酒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可是太多酒就会伤到我们的身体，伤到肝，伤到我们的脑，这样晚上睡的时候会困难呼吸。为什么喝酒会令一个人更容易打鼾？太累了嘛，太累了，放松。对，马上通通放松了，它会塞住。
普通人也是，我们太累也是会打鼾。是不是代表着说，如果这个人现在有这个 sleep apnea 的状况，就更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完全，最好我们是介绍他们不要，最好不要喝酒。那种养生酒也不行吗？不好，真的那个少量 OK 了，我觉得对。叫他们减肥先，减肥好了才来喝酒。OK，吸烟呢？吸烟也是，烟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嘛。烟了，他们抽了会伤到他们的肺。肺也是晚上呼吸困难的时候，也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所以不能烟不能酒哈，可是很多人可能会很担忧，就是这个病症到最后很严重的话，会不会有癌化的现象？会有这个可能性吗？什么？就是它跟呼吸的管道有关，它会有其他病变的问题，比如说癌症。癌症是没有的，癌症是另外的病，可是会伤到他们的心脏跟中风。危险性是他们晚上睡的时候会死掉啊，可是很少人讲的。那其实这个是先天的问题，或者是后天？后天的问题。后天，这应该是后天的问题。对，出生是我们自己来的，不是出生有了的。OK， 那会不会说随着年龄越大，它越来越严重？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的肉越来越肿。这样，最重要要保护身体，就是 muscle， 那 muscle 越来越松弛，它就越来越对，就这样的一个问题。OK，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它是后天嘛，所以第一就是不要胖，不要胖，是这样子哈，就要不要胖。所以麻豆才讲多运动，运动的人了，我们的 muscle 越来越强。那问一下医生哈，就现在我们在市面上一种手术，就是他们说打鼾的人，他可以把那个那片多余的那个 muscle 切掉，对不对？对对，那个有帮助吗？会帮对这个 sleep apnea 有帮助。会，那个是那个 muscle 就在 uvula， 我们叫 uvula palatopharyngoplasty， 那个是发现成功很高，因为我们割了，你看晚上睡的时候，他们塞就，可是你割了这种，顺畅了，通畅了，很通很好。那个扁桃体跟 uvula 对我们没有用的，它不是没有，它不是最重要的器官，这样。扁桃体跟盲肠一样，没有问题，我们不去管。那 uvula 切除了过后，会不会说以后会有复发的状况吗？那他们有肥，以后有肥又复发，又回来。你保持你的身段苗条，要就没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辅助器是什么贴在鼻子上那种帮忙的，医生会见仁见智。它是放一点空气进去的，放不在，给你们那个空气比较舒服，舒服的。OK， 好。最重要是多运动，多运动，吃多菜，也不要过量运动，像我这样，不能过劳。对，好，谢谢我们，谢谢王医生，谢谢你们，谢谢。是。好，我们紧接下来还有一个 segment， 我们会做些什么东西呢？啊，留守我们的活力加油站吧，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 Liao。我们是一家经营了30多年的一站式汽车维修中心。我也是轮胎还有 Sport Rim 的专家。今天我们要讲解大家对避震器的一些误解。通常驾驶者对避震器有来的一个误解，就是因为避震器不像轮胎损坏的时候来的那么明显。当损坏的轮胎或者轮胎在爆胎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的去察觉它有知道它的问题。但是通常在避震器损坏的时候，我们驾驶者是并不知道。然后我们很常识。后驾驶者会改变自己本身的驾驶习惯来适应损坏的避震器。那到底什么驾驶习惯会令到我们的避震器损坏的那么快？第一就是我们的驾驶不适当，意思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喜欢拿我们的汽车进去 offside 的地方，就是不是马路的地区去使用那辆车。你要明白，通常轿车的避震器并不是设计给这种表面不平衡的路去使用。假如我们真的是需要进出这种山区或者是这种 offside 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改把我们车换去，就我们讲四轮驱动车，就是 4x4， 永远不要用你的轿车去进到这种的地区。因为当你进到这种地区呢，你的车你的避震器会接受不必要的整冬，令到它的寿命大大的下滑。第二种呢，就是很长时候不小心经过地面上的路坑，这种的动作有很多时候都会为你避震器来的两次的伤害。怎么说呢？当你下
去的时候，你会弄到你的 SWR 来一个不必要的 impact。 但是第二个就是当你上来的时候，就会让你避震器接受两次不必要的震动。第三种就是我们驾驶者喜欢用很高速，是经过这种路棒，包括我在内，有时候我们知道赶时间，或者是我们不察觉路上是有这种的路棒，我们高速行驶的时候忽然间经过这种路棒的时候，会为你的避震器带来不必要的震动的时候，当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大大减少避震器的寿命。要如何保养你的避震器？当然避震器并是没有保养的一个动作，但是当我们把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种的习惯减少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的避震器的寿命也会因此而增加。那刚我们说呼吸综合症的朋友啊，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他可能暂停呼吸很多次，第二天很疲累嘛，对不对？我们就很需要提神的这些小用具了哈。今天我们就来 DIY 家里自己做一个又健康又好用又没有防腐剂化学剂的这个提神膏。对，欢迎钟婶。提神霜啊，有请钟婶。你好。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一个提神的喷雾。那提升的喷雾呢，首先需要到的那个精油是吗？材料啊，我们会今天就完全是应用三种不同香氛气息的那个精油。OK， 首先这个是 orange 味道，是吧？就是为什么用 orange 类啊？它是那个柑橘类啊，柑橘类啊，它芬芳，然后又能够提神，它有点酸性可以提神。这个呢？这个是茶树精油。那茶树精油它能够缓和我们的情绪啊，那些镇静的作用。对。还有就是这个是peppermint， 就是peppermint 就很清新的感觉，是很清新的。好，那除了这精油，还有要需要的是水，伏特加酒。除了加工，因为它就是代替我们的那个酒精，然后当你喷雾喷出去的时候，它就会挥发掉啊，然后就有那个香氛保留。那同时我们是用它来溶解、混合这些精油。为什么你要用这个酒而不用平时这个我们在比如说那个药剂行买那种？首先酒精，它药剂行的酒精，它的那个酒精的浓度比较高，然后这个呢，它的那个酒精的味道就稍微比较淡一点。然后如果你是说不用其他的酒精，是因为它的酒精成分，第一酒精成分必须要达到40%以上，然后它本身因为 vodka 它的味道呢是比较属于温和型的，而且万一不小心喷到嘴里，它也不会致命啊，它是可以喝的东西。我来嗅一嗅，对，喝两口吧，别吓我。因为我们在平时在药剂行买那种酒精是不适宜拿来食用的，对不对？是的，所以这个危险性比较低，比较低，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把50毫升的那个酒精倒入。Okay. 然后再滴入7滴，7滴就为什么要滴入7滴呢？它就刚它的比例是这样子啊，就刚刚好。一，好难滴啊！1、2、3、4、5、6、7，过量会怎样吗？过量它其实因为这些精油啊，它其实会有一些它是属于浓缩型的嘛。OK， 其实是不鼓励过量，过量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那个，它会造成过敏，有些人对精油会过敏，所以用这些精油类的产品，他自己本身也要要了解自己了，是了解自己的体质。好，那我们这哇，好香的味道，它混合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入这个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吗？是。哦，这种可以耐多久？是的，这个它可以耐大概1-2个星期左右，只要它的那气味不挥发出去的话都 OK 的。是需要放冰箱的吗？不需要，就可以随时带出门就对了。对，那最好是也是要避免高温啦。对，不要放在车子。对，任何东西都应该避免高温，它会变质。那你看它还要摇摇是吗？摇均匀，那你就把它摇均匀了。OK。好，然后我们就放在一边先。OK。那这个就是精油的喷雾。那现在呢，我们要尝试做那个膏状的。好，同样的这个用料吗？这个不一样。那这个呢，我们就需要用到油。那油我们已经预热。Okay. 什么油？最好是用那个葡萄籽油 ，rapeseed oil。因为 rapeseed oil 它本身的味道是最低的，它本身没什么味道。不会恶心。如果你用橄榄油啊之类都可以。太浓了。但是它的味道它会影响你的这个精油的味道。是。好，那我们就放了大概是24克的那个油。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倒入大概是3:1的那个分量，就是这边有8克。这是什么？蜂蜡。蜂蜡。蜂蜡能够它有那个滋润的那个作用，然后它能够让它变成膏状。
这个去药剂店、药剂行买吗？这个需要去那些蜂场养啊，养蜜蜂的那个卖蜂蜜的那些地方都有的。OK， 那我们就在隔水这样加热，给它搅拌均匀。而且 B wax 是非常非常好润肤的一样东西，是，然后又纯天然的。哎、对、嗯，医生常常动手术之后洗刷手之后都用 B wax， 对不对？是。还有就是比如说啊，这个 B wax 也可以用来，比如说你的那个皮革啦，你的 jacket 啦，保养啊，对，可以用来保养。来、okay ，你看它就溶解了，阿莎。OK。那溶解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入我们的那些精油，又是7滴是吗？这个又12滴，12滴啊，12滴。这个因为做成胶状，我们需要放多一点。好，好，要紧一点。来，是是是，1、2、3、4、5、6、7、8、9、10、11、12。我们是很好的学生，你看是都没有过量，中水用倒 okay, 倒，然后还是要倒几滴进去，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就乱倒。搅拌均匀之后呢，再加入一颗、這個，这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呢？维他命 E，、哦、这个是 vitamin E。那维他命 E 是很好的那个抗氧化剂，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油脂类的物品，那主要是要稳定它的那个脂肪，它的油脂，然后不让它太过轻易的挥发，或者是变成有那个我们讲的超咬液、啊。对，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很好天然的稳定剂。是是的，要把它剪破吗？把它弄破，弄破加入就好了。OK，、欸、好神奇，所以那个胶囊是不要的哈。各位朋友，跟大家讲一个小贴士，就是维他命 E， 你可能在市面上这种作品很难找到，因为中社讲成本比较高。对，其实而且维他命 E 有抗老功能哦，是，对皮肤非常的好，皮肤真的对它对皮肤，所以这个东西呢，它不单只提神，它也可以是有这个保养功能，因为它有这个蜂蜡。又有维他命 E，、滋润，很滋润的感觉。对， 对、okay ，那我们搅拌均匀之后呢，就选择一些模具。嗯、那你可以根据个人的那喜好啦，可以选择什么屑都可以了哈，不同的模具，比较可爱的，对，你可以什么，来星星啦，月亮啦，星星啦，太阳啦，对，都可以啊。然后到了之后，这个整个是要拖放进去我们的这个冰箱，需要放冰箱吗？就在室温底下这样子，它会自动凝结，大概20分钟到60分钟左右。OK， 那凝固之后就是什么呢？凝固之后就是这样的模样。是，那你就可以再选一些容器把它带出去。对，有点像肥皂，而且它这个我跟你说很香。嗯，你可以擦在手腕啊。你看是，你看它是完全对。顺便护肤。对对，它而且它是不油腻的。对。那为了方便收藏呢，最好是选择这种油的。密封型的瓶盖，有盖的，是有盖子的，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它压进去是吗？就把它切小块，或者是你使用，我可以把它压进去吗？也可以啊。我龟毛的人，我觉得它漂亮。这个还要很完美哈。有一些人我知道，他们就是喜欢带在身边，这样小小一个很方便，而且很多人是涂在他的这个这样鼻息下面，就有提神的作用。是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这样涂。对对，虽然有一点丑啦，你会看到有点亮亮的。对，你如果是像我这种很龟毛的，就可以这样子做，把它压扁。可以，甚至你直接把它加入倒入在这个容器当中，让它冷却也可以。OK， 很简单，对不对？哎，马上来重温一下刚刚我们的做法吧。压进去，很龟毛的，有人可以做这样。这刚更直接，就刚才钟石说，可以直接把它倒进这个，也可以这个器具里面啊。是，那喜欢这种液体状的朋友，也可以放到做这个这样的，就放到瓶子里头。对，喷出来味道也是一样的。我可以喷看吗？可以，好像喷香水这样喷。是 ，OK。其实这个精油还有一个功能，它可以防蚊虫。哦，是吗？我刚才想问，对，因为它有茶树精油的成分，而且有那个 citrus， 是我们那个酸柑橘类的东西，是蚊虫很讨厌，极度讨厌。哎，这个我要，钟舍可以送我吗？谢谢。他每做一场都跟钟舍抢。
藏了一些东西回去。那这生活小智慧我们要学随身带哈，如果自己不懂得做，就要常看活力加油站。海盗亭，谢谢钟生，谢谢钟的。好，那我们明天是来到我们这个星期五，星期五就要去吃喝玩乐的一天。对，要去哪里走走呢？我们要带大家到迷人的古城，可是不是马来西亚的古城哦，国外的哦。所以要锁定我们明天2点钟的活力加油站了。明天见，拜拜。